逛街找事儿，我来啦。哦，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豆，5.6块红烧肉包子，油了麻糊的。我们现在走在中央大街的路上，然后我们要去红桥街早市，看到了一堆小哥哥。早上6点的哈尔滨，穿半截袖大裤衩子有点冷。这家伙一入口全是卖早点的，这家伙的，一瞬间我就醒了。它是分为两条街，中间要过一个路口。新鲜的大枣，3斤10块，东北特色姑娘，大大甜的啊。现做的玉米饼，热乎的水煎包。哎呀，这家伙拉车的，摆摊的，这是啥呀？这是软枣猕猴桃。软枣猕猴桃，野生小猕猴桃。啊，软枣猕猴桃。卖钱卖钱卖钱，来，5块钱一斤的大头。铁板鲜肉饼后。这家就是红砖糖麻子炸糕，这个看起来也像真的。哇，全是早点哎！葛轴米糕，来两个玉米饼子。什么鱼啊，这么大个儿！新鲜热乎的苞米，巨香的芝麻香味儿，咸抹芝麻酱。这是各种俄罗斯产品物，我喜欢吃的那个巨甜的巧克力。银盘子夹糕，哎，小爱同学已经买好了。我们两个起晚了，清现成的了。哦。老师，你看呀，咬第一口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豆皮儿，外皮是金黄酥脆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豆，很蓬松，1块钱一个，5块钱6个，这个是啥呀？这卷饼，卷饼，这咋卖的？1.5块，哎，哎呀，哇！薄饼，然后煎了一下，做完后是土豆丝儿。豆油的香味。小时候他们跟我说，这种橘子叫公橘子，这种橘子不好吃。橘子比便宜了，带肚脐眼的是吗？是吧？啊，然后没肚脐眼的好吃，是吧？这扒开这柚子还是橘子？真有点想买个长裤穿，确实有点凉。哇，这个包子看起来有点牛逼，加入了排队的行列。哇，你看这透油的包子，红烧肉包子，这透油的皮太漂亮了，虾仁的，哦，油了麻糊的。为啥叫干肠啊？我就是这样说。哇，这个油，哇，这红烧肉，哇，这大块，咬一口，咬一口。啊。包括我想要入的红烧肉还不太一样。红烧肉，光这个只有对，这现在啥都不用掰。巨大一块肉啊！哇塞，那可酸乎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都是这种透油的感觉。嗯，太烧了吗？放的你是只有对的哟。大的往回。真香，来两口，要不呢？它这卤的比较浓，就可稠乎了。这个豆腐脑确实是，跟北京和天津的都不一样。哎，我要回来买馅饼了。这是巧克力油条吧？好家伙！里脊肉夹馍，谢谢。哎，7块钱的里脊肉夹馍加蛋，巧克力的油条，你敢信吗？真离谱！哇，真酥啊，又酥又甜。哇，10.8块一根，这么长吗？然后这是3块钱的馅饼。不能坐手机了。哇。嗯，这个是牛肉圆葱，是4块，然后这个绿吧唧的应该是三鲜的，啊，这是3块。
它是韭菜肉，还有虾皮。面很有弹性，这是另一家豆腐脑，虾皮比上一家要多，然后豆腐也多一点，然后硬一点。嗯，这入口这家比刚才里面那家好吃。我这虾皮味儿真鲜啊，这是那福鼎肉片去，来个大饼子，大饼子加里脊。哎呦，嗯，来上一点点辣椒油，这家是比刚才那家好吃一点都没。现在是8:06，反正红砖这边说是到8:00，然后慢慢的就收了，然后你们早起。我去买个小花花去。是啊。哦，这种有嚼劲的馅饼真的是太香了。最后一束小刘同学买的小花花结束今天的早市，然后应该还会有别的早市的。嗯，拜拜。